TVB 马来西亚星光荟萃颁奖典礼2016获提名最喜爱 TVB 电视角色的包括《恩屋老友记》，张永康饰演宝玉。家姐唔似得你啊，冇老公喺度，又就到更年期咯，咁阴阳失调系易燥啲噶啦。系，你唔出声拆人嘢唔过分嘅，你唔出声装 webcam 又唔过分嘅，你闹人闹到不留余地又系唔过分嘅。总之乜嘢都系人哋错，你冇错嘅，咁我错晒咯。喂，你阿哥啊，我冇资格，边个有资格？嘥气啦，咩阿哥啊？如果你阿哥喺我六岁嗰年，你会离家出走，我哋需要你嘅时候，你死咗喺边度啊？你答应过嘅嘢一样都冇做过，因为你有咩小卒十年大话精啊！你而家翻嚟扮英雄，悭啲啊你！请即透过官方流动应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为各个奖项投票。神级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将演技与魔法结合，选出你最喜爱角色。